我们俩周深。甄嬛，皇上，皇妃，皇上，安陵容，皇上。小姐，你看看你这张。好的，那个赖子浩。这是上海海昌公园吗？周深就来这个节目的自己的成长。我的成长那当然是，打开心扉。就是这个节目很奇怪，它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去把自己挖出来给大家看。就这个节目，我觉得是它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在其他节目每个节目都会有它的这样一个温馨时刻，都会有或者是什么样的情节，你会觉得你怎么说你都觉得奇怪。但是只有是我们五个人坐在一块，你觉得你好像说什么你都觉得一点都不矫情。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多节目就是你可能对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你会有那种好感，会稍微所有人太难了，所有人没有，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不可能。所以就从之前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会就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对，我印象深的是在缆车里，我们坐了两次缆车，然后两次的反应就是你会发现林姐啊、程程跟迪哥他们很怕，他们真的很怕。对，他们确实怕。哦，稳的稳的，别害怕别害怕。到第二次我心想的是我都想去为他们争取啊，就能不能补救，但是后面他们还是在，他们三个都说的是哎，我们再忍忍吧。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时候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对比很强烈。第二次我们所有人就什么都不想说，就大家就把手握着，就希望能够我们一起去撑过那个小卡。哎呀天哪，没事儿，这指甲你被我抓了。就那一下你就发现哇，这五个人真的是揉在一起的那一下。我跟周深其实录这个节目之前还跟他录过一档节目，但是在录那档节目之前我跟他就认识了，但是就是在萍水相逢那种感觉，特别仓促的认识，特别仓促认识。您好，加个微信。然后说加个微信，哎，你也住上海，我也住上海，有空约出来玩啊。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约彼此出来玩，所以我对周深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是一个能一块聊得来，但是一定硬要说特别好的朋友，那个时候算不上，我们彼此都是这种感受。对，但是因为这个节目，开始掏心窝子的说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节目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真诚的分享自己，然后一个节目真的能交到这么多朋友，对我来说是个很难得的事情，非常难得。所以我在外面工作会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会保持在一个礼貌的那个度上，因为我觉得那样我不会侵犯到别人，然后我也不会太放开自己让别人来侵犯到自己，所以这样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氛围。但是真的在咱们的节目你就完全不需要这样，所以我后面发现大家一起吃饭啊跟他们聊天，你会发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对，所以朗朗哥那句我特别戳中我，就他说他感觉得到我一路走过来挺艰难。对，朗朗绝对不容易，所以就哇，对，但是在这里面感觉所有东西都可以卸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团体。我们准备了礼物呢，因为我这个礼物实在是精心制作，就送给大家。钥匙扣吗？哇哦，小人姐，你回去可以挂你喜欢的衣服，然后你就是可以给自己搭配。啊，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杆是挂什么？挂这下面，衣服挂下面，你挂上面干嘛？晨晨的这是。哇！周深的。好看。这是朗朗哥的。哇、wow, 哦，好好看，谢谢谢谢。哦，喜欢我这件事，请你再放肆一点。哇、哦，哎，这个很戳哎。
所有人都很快就变成好朋友，我又很喜欢这个节目。对，我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乐。我也很喜欢大家，但是我又害怕自己太喜欢大家。周深，我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我，我都不会让你失望的。千万别怕太喜欢我们。亲人。我们就是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真诚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新的好朋友。我们要为成为家人而感到开心。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送给你们啊，来了来，哇，哪里上边哪里，哇，那是无人机啊。一起跳起来，让青春彰显力量，向前迈步，就像这样的变色了，变色。哇塞，我的汗毛都没见，快看我的汗毛了，鸡皮疙瘩。你们没见过，来了。哇，我们去过了广西、四川、上海、江西，再到今天云南收官。再下一次相聚的话，就要又过大半年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想感谢所有来过节目的嘉宾，感谢摄制组的小伙伴，然后感谢我们的节目的总制片人李嘉林啊，也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这个唱青马自达。哇，唱青马自达。猿辅导、麦吉利、四海锅、海昌海洋公园、葛仙村，唱青春游家族，啥都。